病故后如何助念？临终前念大悲咒或念地藏经可以吗？如果他是修净土的同学，最好给他念，不，这个时候不要念经，什么经都不要念，就是念阿弥陀佛。啊，人在病这个病生病的时候，啊，特别是病危的时候，不能夹杂任何的这些经咒，啊，都不要夹杂，往生咒都不要夹杂，就是一句佛号，非常得力。啊，临命终时，他也要想到一句佛号，跟这个念这一句佛号，真正有愿求生净土，都决定得生。啊，所以这个不可思议的功德啊，临终的时候不要加这些咒语，什么都不要。如果是走了以后，啊，已经走了以后，那么我们还是照这个摄宗须知的方法，给他念佛，啊，八个小时、十二个小时，啊，韩馆长走的时候，我们给他念14个小时，啊，送他往生之后，你再有时间念经给他回向，行，啊，这一段时间当中，决定不可以加杂。